这个歌已经唱到有点是他自己的歌的感觉，他自己的味道内化了。对对啊，他的发音。你经历了什么事情吗？介绍一个人物非常的厉害，他之前在我们工地号称我们工地的一个歌神。我们在午休的时候啊，他随便唱几首周兴哲的歌，我们一波上网就造成很多媒体跑来做一个报道。所以我们在工作休息的时候啊，我们会用槟榔做一个奖励，那请他唱歌给我们听。所以他等一下上台唱歌，如果唱得好的话，我们请主持人也可以用一个颁奖几个槟榔给他就可以了，谢谢。
哎、欸，这张照片有没有？哎呀，哎、欸，这张照片看起来有点像馆长，你知道吗？啊、对，哎、欸，对不对？这个表情、啊，你在建材行当送货司机，对对对对。哎，你歌曲唱的是很好，很不错，很有 feel 哎。对，然后他的情感面的投射哦、嗯，我觉得这个歌已经唱到有点。是他自己的歌的感觉，他自己的味道内化了，对对啊，他的发音有没有？你经历了什么事情吗？哎，没有没有没有啊，有经历过什么事吗？经历情感面的情感面，对啊，有没有？嗯，多多少少。怎么分手了？失恋啊？还好吗？还好吗？对方弃你去纹美。没有那个是化妆，哦，那个用化是化妆师帮他化的啦。对的，不要这样，不用化那么粗啦。赖晨已经很帅了，是什么什么没了？什么分手的理由？什么时候才会发觉，而且自己是真的能唱歌的？就在工地公司，对，差不多。对啊，对啊。平常一这个歌已经。一看就是 KTV 歌王，哎，一定常去唱哦，很常唱。我想认真的男人最帅。对，你刚我们在那里啊，才曾经一度认为你是很帅的。嗯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不不不，一度而已啊，不是不是，什么话？比帅比帅还要更帅啦，对啦，有魅力啦。对呀，你今天唱掉金价别败呀，啊，而且还让人家直播人在啊直播里面听到清唱这样啊，唱真的真的啊，哎呀啊，结果还有人抖内啊。没有懂的，那时候是原本就是哦，讲说工地休息的时候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在哦休闲的时候直播一样哦，对，然后我本来原本不知道他在直播，就唱了，对，然后本来是想说他给朋友看这样子，对对，哎呀，结果唱完之后才发现哦在直播，然后整个傻眼，我第一次有听到唱假音，嗯，然后有吃槟榔，假音还唱这么好，哎呦。吃槟榔对假音有帮助的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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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对啊，那个。你是吃那个奇亚吗？还是包？酒灰啦，酒灰啦，酒灰啊，包邮啊，对，就是只有开车的时候，哦，提神，提神，因为他们开车要提神啊，但高速公路开车还是要小心呢。哦，对，对啊，是是，对啊，我昨天晚上看高速公路开车回来，对，车子没电，然后看到货车啊，哎，啊，让，哎呦，对。然后也可能休没有休息，凌晨嘛，真的真的，因为我在湖口，我充电呐，对对，充完电上来已经三点了，哎呦，开回台北，哎，啊那个哎，看到货车啊会晃，吭吭吭吭吭这样子，哦辛苦，对我从还有我从那旁边过去，我开160几嘛，没。用说的不行吗？不行了，对哦，叔叔是有练过，打下去哦，可以啊，不超速旁边开过去，我就觉得真的很危险。哦，对啊，周公，你开车你是开长途吗？还是都有，都有，有时候是可能嘉义市区，哦，然后不然就是可能台北啊，最远可能就到垦丁。哦，啊，所以哎，那难怪他，难怪他歌唱那么好，因为开车有时候想睡要唱哦，就醒过来。对，好 OK。阿斌，那还有电视台去访问你有没有？现在比较没有了。之前呢？之前三年前的时候，选秀节爆红的时候啊。哦，对，有没有？就是我看到消息的时候，已经。对，是什么节目呢？什么节目邀请？看到消息，那个节目就已经没了。哎，主持人在这里，森林之王啊！对了，就是啊，我们比完了啦，比完了。哦，哦，所以讲到说节目已经倒光光一样。啊，你台语歌唱了好不？我其实台语讲得很烂，你听得了？但你会唱台语的歌，你都走周兴哲路线的。趁我还会及格。哦，探我呀，哎基，黄山亮老师的歌，对，就只会这，这首很好听哎，副歌唱来一下，来一下，副歌来了，阿咪老师会跟着你，这首很好听，来来。我要亲像我妈离开，我要抱你安安放开，我要请你听我讲，跑。好想听哦！哎，我真要感，我真要投入。哎，对，怎么会这样？好，破音来的太突然，因为这首歌我比较不熟。这首歌是感人，因为他就这样讲，探望亚尔吉，讲说那个长辈失智的时候，趁我还记得你的时候，对对。但是在感人的时候，哎，跑音这个突然间走中了，对，因为他也忘记了长辈那个记忆力跑掉，也忘歌也跑掉了，这样。好，先回宝座休息。